安慰佢的百姓話：你們的天主說，你們應向耶路撒冷說知心的話，並向他宣告他的苦役已期滿，他的罪債已清償，因為他為了自己的一切罪過，已由上主手中承受了雙倍的懲罰。有一個呼聲喊說：你們要在曠野預備上主的道路，在荒野為我們的天主修平一條大路，一切深谷要填滿，一切山嶺要剷平，隆起的要削為平地，崎嶇的要劈成坦途，上主的光明要顯示出來，凡有血肉的都會看見。這是上主親口說的。給希翁傳喜訊的啊，請登上高山；給耶路撒冷報喜訊的啊，請大聲疾呼，高呼吧，不要畏懼，向猶大百姓報告說：你們的天主來了，吾主上主帶著威能來到，他的手臂獲不了勝利，他的勝利品與他同在，他獲得的酬勞在他面前，他必如牧羊人牧放自己的羊群，以自己的手臂集合小羊，把他們抱在自己的懷中，温良地帶領動雨的牧羊。上主的話。